各位好，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那么今天这个大盘主要还是因为北韩它试射了飞弹、直接飞过日本的上空，那造成了在今天早上整个亚洲主要的股市是开跌的。同时呢，市场上也传出美国将会以国安等级去因应这次事件。一开盘当然台北股市也做拉回了，不过我在这个蛮意外一点，其实这一次他连续这样子，这次杀伤力很大，五天一二三四五，五天事实上跌得蛮多的，可是他反弹也很快，说着说着就快回补这个空头缺口了，对不对？对，我们过去跟各位讲过逢缺必补嘛，那我认为这个缺口还是会补，指数还会过高可能性很大，甚至连 OTC 我都觉得 OTC 是有点强的，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我本来以为大概这一根的顶到这一根的黑 K 大概在月线突破季线这个地方就应该拉回撤季线了可是它还在往上再冲了两天。那今天北韩射飞弹，可是它还是留下影线，虽然结束了怎么样，连十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 ，OTC 连十红虽然结束，但罪不在己啊。所以这盘是相当的强势啊，超过我的这预期这个的意料之外啊，这是好事情嘛，对不对？总比说你看得很乐观，结果大盘很差。而盘面上的焦点股我想大概就在这几档股票了。3019亚光，当然亚光我们讲分盘交易现在20分钟一盘，因为之前被分5分钟，后来放出来之后又被警示，然后加重到20分钟，那20分钟这流动性来讲就有相当的限制，所以看盘中对不对，开高啪一个杀下来杀 110.5 有没有，那又拉回到平盘，你看这个高低差8块钱差蛮多的对不对，而且二十分钟你才能交易一次所以它的流动性上面来讲的话是它的限制。好，那另外像这个3406裕金光今天还在创新高495那当然这些股票其实你看多的会讲它切入到苹果股价是反映未来的，所以它涨得有道理，看空的是说才赚一点点，虽然刚刚转亏为盈，可是400多块，本益比太高太贵。好，多空都有人可以讲没有错，可是股价的结果只有一个而已。看不懂不要做。坦白来讲，你不需要放空它嘛，今天创新高。你有钱做多，为什么不去做多呢？对不对？但最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什么？在于你的成本。当然你在这里你买，比如说像今天开盘你今天开盘买裕金光好了，它也是分盘五分钟嘛，你看的开盘是475嘛，开平盘对不对？好，你可以去买475了你本事很大了，你495你卖掉了赚20块钱，那已经是今天的极致了对不对？最低475开盘嘛，那最高盘中495嘛，差20块钱嘛，你能够475买495卖掉 OK 20块钱你可以赚得到 OK 可是你流仓呢，你有没有考虑到还有什么流动性的问题嘛？这五分钟才撮合一次重点是你在400多块钱买裕金钢，你心里面就要有准备，你赚20块钱小心赔80块钱，除非你很有把握。那你如果是300块钱买裕金光的，我觉得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你在300多，我们不要讲这个300块钱这个平台整理去300块钱这边大家都不讲裕金光我就算你买第一支就好了，你买第一支后来是不是又给你洗到这个地方来，有没有？你看这个发动，你看是有股票是这样子它从这边发动，然后给你洗很久，洗一个多月，几乎把你这个起涨点都洗掉了，你有没有看见？
然后从那边开始涨。所以真正可以买是在这里，这个发动点你才抱得住，你这边你抱不住了，你抱不住了，你大概在这地方开始布局，开始买，偷偷买，偷偷买，偷偷买，人家业内主力也是这样子嘛，偷偷买，偷偷买，偷偷买，你不会知道的嘛。然后一发动，市场上就讲嘛，哎呀，375啊，哎呀，过400，哎，跳空涨停板啊，整理，哎呀，虽然是这个分盘交易，哎，可是还是创高。好了，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了，我讲的就是重点在什么地方。你阳明光，你在这个地方买，你在40几块钱买，你根本不用担心，为什么？它还没有大涨嘛。阳明光强攻涨停板，啊，那个时候波段大涨5只美期嘛，所以你注意看一点，就是我们会持续跟各位去找出标股，那5只涨停板美期嘛，大家惊到要死，大家吓死了。我说那我也不要你追美期嘛，我们买另外一档，对不对？波段大涨5只美期嘛，攻涨停啊，阳明光。哎，我们买攻涨停，2天2只，哎，后发先至呢，2天2只，哎，3天3只呢，啊，太棒了，4天4只，很多人都被洗掉了，对不对？那我讲什么？拜托空手不要追价了，更不要放空。这观念就跟我跟你讲的一样嘛，你波段大涨5只美期嘛，我们的美期嘛成本早就已经怎么样，很低很低很低了。那美期嘛，其实在8月17号的时候，4721美期嘛，我跟各位讲，来，8月21号，在这一天，这一天早就已经怎么样，大幅度超越我们的成本了，早就大幅度超越我们的成本了，这一段了。我说我怎么做都赢啊，对不对？四根。那5天5根，我说你注意5分钟一盘分盘交易，流动性啊，不要追了，啊，拜托拜托，不要追了哈。它被列处置股票，成本，你的成本在哪里？跟我的成本差在哪里？流动性问题，如果被列处置股票，好，它确定列处置股票嘛？它流动性在哪里？5分钟一盘，啊，你有的就抱住就是啦，啊，开盘6根涨停板，你怕什么？啊？涨了80块钱，啊，40几块，阳明光涨到80块钱，重点在哪里？重点在哪里？你这里买，你根本不用担心，你赚多赚少而已。你说老师，我要买到最低，卖到最高，不扣你个代机啊？不可能的事情啊！你要赚就赚大的，6天6只涨停板，64%，31.4元，你买5张就好，5张多少钱？自己算。1张3万，5张多少？15万。6天6只涨停板，底部进场。不要忘了，之前是美期嘛，5只涨停板哦。手中阳明光6天6只涨停板，考量流动性，股价已经超越我们的成本了，抱牢就好，不用追。我也告诉大家，它是本周最强，你空手的看就好了。光学只要不死，人气还在。我告诉各位，分盘交易最好，为什么？啊，你说分盘交易有流动性问题，没有错。那问题在于什么？要出也不好出啊，要出也不好出啊。美期嘛，有没有1、2、3、4、55只涨停板之后，对不对？我是不是跟你讲阳明光有没有？是不是？你5只涨停板，我不会叫你追美期嘛？是怎么追啊？成本差太多了。你有的怎么样？抱牢嘛。最强在哪里？最强在哪里？在这里啊，最强的。其实大家心里面想的，我都很清楚。我也没有做到，跟我也没有关系。那我说我能够在美期嘛5根涨停板之后带你去做阳明光，你不做最强的股票，你要做什么股票？你跟我讲这个公司筹码很好，你跟我讲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你跟我讲这个公司怎么样怎么样好，结果没有成交量，在那边筑底筑了一大堆，你做那股票做什么？
你不做这种最强的股票，你要做什么？我请问各位，股票没有在谈恋爱，没有在天长地久的啦。明天什么事情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很多人一觉醒来，整个黑白颠倒过来啊！市场上也是一样啊。明天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不知道啊。啊，金正恩会不会去打美国？你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明天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啊。那你不趁着能够最强的时候做，你要趁什么时候做啊？喷出了，喷出了，对不对？六根、七根，有没有？拜托拜托啊！我们手中美期码已经不要过度追价了啊！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卖了，我舍不得卖，还卖什么啊？他分盘交易好啊，列注意股票，对不对？我说你列注意股票，不要追价。随时可能列处置股票，五分钟一盘最基本的啊，有不？涨828，有没有 列处置股票五分钟一盘？有没有？第八支照给你涨停板，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实在不好意思讲，我也没有办法说我能够找出美期码第二了。坦白来讲，但是最强股票在哪里？在哪里？今天大盘开盘的时候，因为金小胖的北韩试射飞弹事件，还 一开盘还震荡。美期码开盘照样强攻，有没有？不会分盘，该标的照标。我请问各位一点，如果这种做法你还不相信，这种做法你还在担心，那我请问各位，你要怎么做才安心？我可以告诉你股票没有问题啊，第一个你 不见得会买啊。所以有些股票是这样子，它从底部起涨，你买最好。你买完之后，对不对？如果你一买一开始拉出去之后，对不对？市场上会来追价。那追价之后突破之后呢？市场上大家都会看，对不对？整理啊、哦，整理完之后突破，哦，创高，人家就去追。那你先买，人家追上去，帮你当垫脚石，你就稳赚不赢，对不对？那只是赚多赚少而已嘛。强势股大波段操作啊，那如果拉回我再带你买就好嘛。我都没有拉回，反正五日线都没有破，我怎么买？我怎么买？我请问各位，我怎么买？我就抱着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啊，107.5元啊，我想卖啊，舍不得卖啊。于是乎怎么样？只好辛苦客户了，好不好？再来买，对不对？你这里面你都看到嘛，今天再创新高嘛。哎，这里面从8月4日开始啊，密密麻麻的，有无？密密麻麻的，两天两只，两天两只。这里面我这样加起来，你看，你看从8月4日开始啊，这边厚厚一叠，全部美期码，全部美期码。我中间巨细靡遗都跟各位讲过，我用讯息来跟各位讲，我用讯息来跟各位交代，交代什么？我们的操作，我用讯息来提醒大家，涨多了拜托你不要追了，你也不要去放空它。有没有列注意股票？随时会被处置股票，有没有？股票是这样子，要有人帮你看着啊，不是说个强势股涨停板，涨停板就 OK，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天追涨停板就好了。那你看，美期码，咚咚咚，从八月开始，有没有？8月4日涨到今天创新高，中间阳明光，对不对？阳明光也是。那到8月21日，上礼拜一，我说阳明光我也买不下去了，美期码不要说买了，我连卖都舍不得卖了，那怎么办？只好麻烦好来新股票就请你来了，对不对？市价买进达运6120，礼拜一一出手我就涨停，我一出手就涨停，好的开始嘛，礼拜一，对不对？一根、两根，对不对？三天三只涨停板，礼拜一涨，礼拜三涨完没有啊？国门独企业，人家都没有，只有你有。四天，礼拜一涨到礼拜四，礼拜一涨到礼拜五，本周最强列注意股票，有没有？列注意股票，你持股价已经大幅超越我们持股成本了，大家持股安心续报，空手的不要追，好，五天五根涨停板了，也不要空了，有没有？
我说是超级转机股票，六天六根，谁最强？你去找一找，在最近有几只股票能够像这样子，我带你做的，阳明光六天连续六只涨停板，接下来达运8月21号六天六只涨停板，哪里？你去找，我讲联庄哦，我讲联庄哦，前面还美琪玛还不算哦，美琪玛、阳明光、达运连三拉三。如果这样子还不知道怎么做，我想你应该要去找，要稍微想一下，好不好？有可能列处置股票。那6120嘛，有没有列处置股票？今天列处置股票了，有没有？五分钟了，一样嘛。我讲的东西通通都一样的。我说空手你怎么做？我已经讲过，不用我再讲了，不用追价，不用过度追价，你也不需要放空了，啊。有可能列处置股票，五分钟一盘，流动性的问题了。那成本呢？你现在买跟我买差在哪里？我已经六根涨停板在手上了，我不知道怎么卖啊，我怕洗掉啊。哎，65%，哎，搞到我们操盘团队找不到，他现在没有把握，他们现在没有把握去找，找到像达运一样六天六只涨停板了。我是讲真的啦，可是底部进场的转机股票我倒是有，嘿嘿，底部进场的转机股票，而且低价我倒是有，这个待会我会跟各位介绍，好不好？所以我觉得，那当然达运，我在广告之前我跟各位讲，达运6120今天第三则讯息，果然如我们的预测，连续六天涨停板之后，六天六只已经赚60几%了，因为涨多被分盘交易了，我讲这是好事情，请注意，因为它有机会降温，股价已经大幅度超越我们持股成本了，那如果拉回，未来我甚至不排除有机会做加码，60几亿股本的公司我怕什么，对不对？好，但是这些都过去了，我讲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说各位，你看到这些股票了，重点在要做最强的股票，美琪玛13456678做到第五根的时候，我们去连阳明光，结果后面美琪玛加三根，阳明光直接拉六根，做完阳明光之后呢，直接接达运六根加六根12根，我这不是一个接一个接一个吗？不是庄家连一拉 连一拉连二连三连三拉三，要做最强的，我说试做价，跟着做，跟着一起赚钱。那我们先进广告，大家马上回来。5、4、3、2，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做，最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够集中你的资金，你一定要有一个核心持股，核心持股不是定高基，不是你一支而已，那不可能的事情了，我跟各位讲。但你要个核心持股，比如说两三支三四支股票，这是你的核心持股。那核心持股不是说 你买下去啊，一定是买到最低然后高点卖掉，不是，是你看好它一个波段行情，然后呢趁拉回的时候加码，你一开始可以先建立基本部位，然后呢涨势开始的时候呢，对不对？趁当中拉回的时候，有的人想当冲、隔日冲什么东西，拉回筹码把它吃下来。你要做这个波段的，啊，那种股票不用多，三四只就可以了。啊，那中间来讲的话，如果有急涨，啊，你可以做调节，啊，卖掉半数，类似这样讲。你像四星那时候大家不讲很好，这边大家在追，我根本看都不看。那时候我们做华勤，对不对？我想各位记得很清楚嘛，我做3515华勤嘛。涨上去我根本看都不看它，跌下来大家不讲，我说哎，那我就来做上半年 2.14 转亏为盈，获利大爆发，有压回才是买点，对不对？不然你跟我讲再多基本面没有用啊， 股票不可能天天涨啊。后来涨上去，对不对？我昨天讲嘛，8月18号我说一早9:24获利卖出半数持股，轻轻松松获利卖出半数持股，解码下来嘛，波段操作啊，
今天再下来啊，啊，那今天再下来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先获利卖出半数了，那未来有机会再买回来啊。你的核心持股波段，你可以做价差操作，对不对？这个就我跟各位讲的。那有些股票啊，它比较大一点，像这个奇美材，你可以看久一点没有关系。每股净值19.24元啊，啊，股价低于净值，啊，主要是它题材在这里，大陆锦江集团入股，请注意啊。美绿之所以从30几块飙到200多块钱，就是因为它跟立讯合作。我们再讲一次，啊，红色供应链啊，你看不起它，那是个人的观感啊。可是市场在那边，你不跟大陆合作，你要跟谁合作？我讲白，你要跟谁合作？你南向，你去跟印度合作，你跟越南合作，跟泰国合作，他们的胃纳量够吗？啊，当然，我所讲的这个东西是在商言商，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立场，我只是跟各位讲，红色供应链它有它的一个优点在，它当然还有它的缺点限制啊，啊，比如说技术外的什么东西，可是奇美材自从奇美集团逐渐淡出之后啊，那大陆锦江集团入股，它已经转型了，啊，所以中小持的偏光板，好，那在这9元我们讲过了，电动车、石墨烯新能源。你美期嘛不敢追，我当然知道不敢追啦。九元特别注意，汉磊也是一样啊，对不对？370710几块钱，哎，你说14块钱的汉磊，你说合金还21块钱呢，哎，汉磊才14块钱呢。6488环球金252块钱，对不对？那其实各位，你看到像这些股票，我跟各位讲，你都看到美期嘛、阳明光、达宇嘛，连一、连二、连三，对不对？美期嘛，有没有？大盘这样下来的时候，这不是7根涨停板，8根涨停板，今天还在创新高。阳明光是不是连续6天涨停板？有没有？做完阳明光，啊，还没有做完，还有，啊，还没有做完，还没讲完，啊，不是做完，啊，不会再买了。短线不会再买，买达运，那是不是又是补你6只？你说你这个没有赚到，我是不是再给你这6只？啊？对不对？好了，我跟你讲极短线呢、啊。来，9:05，今天一出手买正达就涨停。好，这个我想跟各位讲哈，重点在什么地方？外资吃货超级转机股票。你们看见好，这两个重点，转亏为盈，外资吃货，低档超级转机股票，民安外资吃货啊，外资吃货营收大增，请注意，但重点在这里，这档股票也是低价股，去年 1.23 负的，今年上半年 0.11， 外资吃货超级转机股票跟这个正达一样的，跟这正达一样的啊、我今天8月29号，我1:15之前，从9点到1:15，我只买进这一档股票，就这一档，第一档9:05、啊、但是这一档股票全新的我还没有买，一样是外资吃货超级转机股票，去年赔钱，今年上半年转亏为盈，而且在相对低档区，你的成本跟外资成本差不多，你不用替他抬轿，你也不会成为他的垫脚石，为什么？因为你跟他是命运共同体，外资吃货的超级转机股票，我讲到了，这些你都看到，都是从一根开始做，做完再六根，做完再六根，对不对？各位都看到了，想做最强的股票，来试做价，你一定负担得起。这档全新的股票，我都还没有买，明天第一时间邀你一起来试。做它，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